들었습니다. 바쁘지 않던 시대가 다들 또 그 당의 스승이 있잖아. 그 당의 스승이 오죠. 그리고
在想什么事就走不下去，不能下去。对，我在想着我的肩膀。我知道他在想东西了。对，因为我的左肩膀痛，我现在我就觉得我一直在想着他。他那边刚才是做手术不好，现在他刚才做手术好。所以刚才我在把他气引下去，他引不下去，我知道他病入手了。对，我一直在想着他自己应该在自己在想，我就没办法，他不听我的。是啊，他就门关起来看电视，我走进来他不理我了，他管自己，进来了就是我的话，他应该留意我的手，你看我的手。所以有时候我在你们背后，你们看地下，我都知道。你说你眼睛在朝地下看，因为我叫你，你不理我了。它都内动了，它里面阻塞得很厉害的。
你们起来，先拉一下。舒服了啊。